第二門就有一號的火噴噴霧3.2倍，次門是六號的國家富強5.3倍，同埋二號的中國智區6.1倍。落飛方面有二號、六號、八號同埋九號噶。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而家起步嗰陣啊，影響咗幸運性係相當之快，中游名區亦係唔慢嘅。我咪慢慢埋緊嚟，見到國家富強啦，然之後仲有時尚寶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就係精精旺，中間仲有光速噶，然之後跟住先就係大外欄位置嘅突擊啊，突擊入邊仲有勇敢，勇敢再後啲跟住先至係火噴噴啊，中國智區啊嗰啲馬，距離頭馬5個馬位左右嘅咋。好啦，去到呢個1200米起步點，前面放頭幾多外欄位置嘅精精旺放咗頭一個馬位之先，領先國家富強守住個第二嘅，過嚟馬位之後守住第三嗰只係時尚寶喺佢外邊中游名區嘅。兩個馬位之後跟住就係幸運勝，然之後就係光速，光速過零馬位之後跟住就係突擊啊。突擊再後啲跟住就係中國智區入面就係勇敢喺曬尾大滿馬嘅火噴噴，佢離頭馬都係6個馬位嘅咋。好啦，轉咗半個銀禧灣，前面放頭依然係精精旺撳住嚟放過嚟馬位之先，領先國家富強守住個第二嘅，時尚保守住個第三，中華名區喺外邊嘅第四，再後啲跟住就係突擊亦上緊嚟噃。然之後就係幸運勝，幸運勝再後啲跟住就火噴噴啊，火噴噴再之後跟住就係中國智區啦。然之後先至係光速啊、勇敢啊嗰啲馬，距離頭馬都係7個馬位嘅啫。好啦，轉完彎預備入正直路啦，前面放頭依然仲有精精旺放咗頭，國家富強嘅過咗佢啦。後面上咗嚟見到就係灰馬嘅突擊啊，中間等緊位見到仲有中游名區，後面仲有幸運勝啊。然之後先見到光速啊、火噴噴大外欄先就係中國智區，中間仲有勇敢啊嗰啲馬嘅。最後仲有200米左右，前面第一隻突咗為中游名區，突咗為300米之後上嚟見到有中國智區，後面上嚟先仲有火噴噴嗰啲馬。中國智區就鬥緊中游名區，而家先上嚟仲有火噴噴啊、幸運勝嗰啲馬。中國智區跑第一，中游名區跑第二，三順明顯係想睇幸運勝啊，定係火噴噴定勇敢啦？中國智區徐君禮拜咗個新師門，即刻贏馬，贏得好輕鬆添啊！中國智區跑第一，中游名區第二，幸運勝第三，第四名應該係火噴噴同埋勇敢影下相嘅。跑完又係拆到字咯，一對中字，係咯，阿萬年贏，中中啊，搞掂啦，都係應景啊！整個徐君禮都是縮埋跑的，今日中國智區啊，一條直路衝過曬，臨尾有飛添喎，61蚊。臨尾其實臨尾落得最多是而家應該可能跑係三嗰只幸運勝，睇住佢80幾蚊嘅，嘣一聲落翻69蚊。哎，得閒望人添啦，又唔片喎，係咯，唔片啊，真係呢個眼罩有啲幫助，原來喺沙田仲大啲。你睇下都收曬邊啊，望人過曬。1分35秒半。但如果上次你熱門避咗佢，哎，今次好分你搏。你喺呢度見到啊，杜利來猛喺度，佢又咁嗌埋佢。但係個拆騎指示可能叫佢喂，無論點都搶喺前邊啦，咁啊，冇乜人快咁啊，可能啊。國家富強啊，出咗嚟先。嗱，跟住精精旺直情有佢刻意移開佢，睇到啦！中國智區金融一起步就縮到好，跌埋心水，縮喺後面放棄頭段。咁啊，嗰只精精旺咧，而家就過咗呢只國家富強啦。呢個國家富強好跑啲啦，佢都係諗就又係冇乜快啊。咁啊，中游名區咧就跟住喺外檔嘅第三位啦，跟前啲啦。時尚寶都係冇嘅。時尚寶啦，守個靚位啦啊，跟住幸運勝。灰馬突擊喺呢度都中段都係威勢喎，然後先至呢個高呢、這個啊光速運運喺開邊啦，光速喺埋邊。中國智區咧，同埋都仲係伏喺度啊，又有遮擋，又係生位。咁啊，火噴噴咧就一路喺外檔嗰度遊住遊住啊，咁啊一路都跟住嚟走嘅只馬都要啊。係啊，好啦，直路。國家富強雖然前咗，但隻馬就唔夠。突擊喺度嚇你，見兩隻灰馬前面魚唔通兩隻灰馬？冇睇到真係唔得噶啦，都係揾其他啦。係咁，但係咧，火噴噴啊，其實佢都上唔到嚟喎，但係反而開邊嗰只中國智區咧，佢都拉到最開噶啦嚇。幸運勝都有啲內閃啊！嗱，勇敢咧就係勇敢喺馬群，唔係好閃啫喎，雖然佢都係左手邊喎，嚇呢只馬真係改善咗，改善咗喎嚇。